实呢，也非常谢谢三位老师，真的，真心的感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正的老师在这边。因为古有孔子，有没有孟子？孟子。现今有陶子。陶子。哎呦，厉害啊！一定要再讲一次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我们在节目都跟陶子姐学到，真的。陶姐教我，人生的道理。然后爱情的专家，真的。各式各样的只要是有疑难杂症其实基本上找他都 OK， 对，除了三 C 方面的，哈哈，三 C 方面教不通嘛，稍微可能要找我们，找另外两位，因为真的教会我们太多事情。哎，今天在这个2000集的重要日子里面，我们还要同时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做公益了。好，在2000集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公益年历要开卖了，是我们要选正妹的一个公益年历。然后我们在2000集是今天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，公益，我们做公益了。小心准备，大哥，我们跟你讲过多少次，等大家你是2000集之后，我们要选正妹。那所有的相关资讯可以在我们中间快点 TP App 里面可以找到我们选正妹的资讯，所有公益年历都会捐给我们公益机构里面。好，是的。正妹呢，其实我们从节目上有毕业的非常多的正妹，真的，对，也包括本人，朋友都来到现场了。然后推他那个，老板，阿达你没有讲到，对啊，阿达在拆火，对啊，你我们有啊，讲啊，阿达说一下，断绝不清，对啊，都 OK 啊，对啊，哎，要讲回结尾典礼的，结尾典礼，结尾典礼，我们静候佳音嘛，对，要不然第三队呢？很优秀，我们要欢迎我们后面的我们的最资深的学姐，是现在发展非常好的戏剧一姐袁爱菲。哎呦，爱菲，哎呦，爱菲学姐，哎呦，哇，我要上台了。之前在去法郎的时候，对啊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旁边的演大元。大元，哎呦，哇，旁边的演大元的雨山。好了，我们樱花二杀手徐哥太厉害了，真气又是真气，他在日本发展，他气到脸都黑了。是，我们请那个我们先请袁爱菲学姐，对啊，2000集了，发表一下感觉。看到陶姐，首先那个，因为送这花的原因是因为一日为师，终身为母，感恩，谢谢陶姐，平常那么照顾我们，我们都很爱你。不要那么客气啊，你们要看一下今年啊，母亲节最想收到礼物第一名就是现金。我跟你讲，应该是回馈的时候，每一年应该都是这个，应该是回收的时候，差不多了。通告费都蛮高的，我没有通告费比较。啊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那个大学生的美，多少？别好了，等一下跟你讲。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大学生的美，就是带给我很多很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我相信，就是在座的那个有录过节目的大学生，或者是很多观众在看这节目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我可以从这节目获得很多。现在大学生在聊些什么啊，或是在流行些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很棒，那也很开心，就是突破2000集了，希望可以继续持续下去。谢谢，优秀的学姐。旁边还有大爷的参赛，还有就是首先要先真的谢谢大学生，因为
因为大学生的美这个节目，然后让大家认识我，然后才有机会加入就是 Poppy Lady。然后也很恭喜大学生，因为大学生这个大家庭就是我学习到什么，就是人际相处方面的，还有因为大学生就是我知道怎么面对媒体啊，或是面对镜头。因为像我非常开心，是因为我是在大学生里面唱歌，然后所以才被我们公司发掘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给一个年轻人一个梦想的平台。对，因为现在就是当艺人，虽然是很多你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开始。